那国王喝完之后，他身体就好了，然后体力大增。我们是立志为动漫制成的品牌，180岁了。你喝了会不会连轻个半天？看起来有点像鸡桶一样。爆了！大家看得很安心，所以就会喝得很安心。这都是免费提供的，免费的。点上新疆，给完游戏。今天要去哪里？去的去彰化，是彰化大队。没有错，白兰氏基金的博物馆。还有写毛笔哦。是哦。对啊，我看那个上面有写。带你们去看一下怎么样制作基金的过程，好不好？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找到珊珊最喜欢的基金口味。然后我的任务呢是要不要让爸爸迷路。这样不好笑吗？其实这句话比较好笑。有基金，所以就有租金啊。抓金，跟他租钱的意思，租金。还有二爸爸，你少一根筋啊？对啊，你少一根筋呢，你筋超级粗。除了少一根筋，你还凑筋。准备你们的说法。目标：白兰氏博物馆。好，我们到达了。基金。的工厂，你转的一点都不易，被魔术给你们看了、哦，这是什么？鸡鸡鸡，我们一家人够喝吗？够。看好，一二三，变！一大罐子鸡鸡的，喝不完了，喝不完了，可以喝上辈子、这一辈子还有下辈子都喝不完。上辈子还来得及喝吗？来得及啊，坐时光隧道啊。你要记得发明出来啊！这世界可是很发达的呢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是白兰氏工厂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艺术装置，它有没有什么含义？喝基金就要有一颗心呐、啊。白兰氏照顾你的心的意思。你们好幼稚哦。是幼稚啦。走吧走吧，赶快赶快，我有一个小小馆长哦。嗨嗨 ，Hello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今天由我来担任你们。的导览人员，请跟我来吧。请问你是机器人吗？好啊，那我们走了。你能不能轻松一点？因为我好紧张啊。白兰氏历史。历史啊、哦，《三国演义》吗？还是魏晋南北朝？白兰氏基金博物馆，它在1999年开幕，它到现在已经有180岁了。萝卜跟珊珊，大家好，你们好。大家好。欢迎来到白兰氏基金博物馆。是你吗？好，不是你吗？他是我们的小小馆长，他叫做伯承。白兰氏是从1820年代开始，有一个国王叫做乔治，他的御厨叫韩温白兰先生，他就发明了这个没有油脂的鸡汤，然后容易消化的给国王来补身体。那国王喝完之后，他身体就好了，然后体力大增。1835年的时候呢，御厨韩温白兰先生退休之后，在英国的伦敦成立了这一家门市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卖了白兰氏基金。我们的第一瓶基金。长得很像玉米罐头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个东西？好高级！我们是第一家公司把燕窝装在瓶子里面，让你打开就可以喝的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燕窝是什么？全台湾只有我们有的燕窝的实境隧道。你考考你，哪一个是真的燕窝？你说燕窝是什么东西？金丝燕的口水。对。那我们喝的是口水。是哪一个是他的口水制作的？那对，有五个。对，你现在把其中一个答案跟我们讲。这个。为什么是他？因为哎呦，你连看都看不到，你猜得到是他？你是用感觉的吗？燕窝的话，它就是有一点淡淡的金黄色，然后它闻起来有鸡蛋的香味。淡淡的金黄色是线索，赞。我来找一下淡淡的金黄色。好，鲁鲁猜这个。那我要猜这个，最保密就是他的。好，那我们先公布答案吧。哦，亮灯的就是真的燕窝。喝金鸡对身体很好。那我们来看看蛋有什么帮助。如你会吗？你想要看对什么有帮助？为什么要去选择大脑？什么发福脑？提升脑部功能，面对高压工作时，能够帮助身体承受压力。是你呀、啊。我根本就没有大脑吧？脑波测试仪，白兰氏带你了解你的体力与专注力。哦，这个我最厉害了。你确定你可以吗？我帮你们报了吧。这个有点像是要去打仗了。开始跟我说，你努力想，然后让银杏可以动起来。喜欢你吗？不要，有人会想一些你喜欢的。所以说，这个爆米花是用念力，用你的念力去爆米花。哦哦哦、好厉害哦！通常就是希望小朋友放空，越放空的话，他爆米花就会爆的最多。对，头脑越简单的越厉害。如果这样以后就去夜市，然后坐在那边，然后负责想就好了，就卖不完的爆米花了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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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！哇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！看起来有点像鸡桶一样。先别爆爆米花。好香啊、哦！
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比如爆的米花好不好吃？没有味道，有味的。釜山鸡精罐完成。如果呢，我们用马叶盒吃，那就把酒倒热水，然后随时都可以喝啊。这样很方便的呀，想喝直接拿着吸管就可以喝了。要小朋友下午要甜乐，快乐的乐，不是不快乐的乐哦。弟弟，我是哥哥。开始学乐了啊！来，手把手挑选。谢。好乐，这是一起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好厉害！哇，小姐姐漂亮。谢谢。哎，有下。有天分呢。刚刚也会吃哎，对，手你也会，不错啊，好漂亮啊，被猫追了，然后出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哇，太有特色，谢谢老师，恭喜发财。你们知道上面有什么吗？基金制作过程，工厂在三楼，让你们从上面看下去，看得比较清楚。我们是业界唯一卖制成的品牌，就是要让大家看得很安心，所以就会喝得很安心。我现在从第二道，第一道可以看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不想看。第二道是高压煮蒸，煮完之后呢？为了要让我们喝到天然的鸡精，所以要把油去掉。这边是光检和空中检验，需要人工的眼睛来看。工人检查的时候，它会360度旋转一次。你说工人要360度旋转一次啊？这很累。没有，是那个掉下来的瓶子会360度旋转一次，才可以沉淀到底下才看得清。会不会近视啊？因为它15到20分钟要休息一下，休息的时候我们公司也有帮他们补充夜盲素。公司很贴心哈，他们会照顾到里面的作业员。我是天伦，内盒包装跟打上我们的制造日期，能反应丰富的你可以玩倒倒游戏。那看起来好疗愈。在做人工包装，它是一些特规，6路、8路跟12路都是我们的机器做包装的。经过2次的重量检测，确保我们每一盒装的东西都一样。多一瓶还不错哎，多一瓶应该是装不下去。最后了，来执行我们今天的任务，就是来选择珊珊会喜欢喝的鸡精。首先我们尝试的是什么？儿童的绝境鸡精，好，来大家赶快喝哦。再来的挑战者是叶黄素，喝看看。我喜欢，好不好喝？好喝。哇，很喜欢呢，哇，喝光光了。这个叶黄素。好喝啊、哦。哦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我刚喝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叶黄素。因为这个就是珊珊最喜欢喝的，就是它了。哇，整瓶的，你可以吗？你看，你看，完全不假思索，直接干了，这完全可以当成饮料喝了吗？我喝鸡精，等一下可以爆爆米花。喝鸡精跟爆米花有关系吗？那这个喝了之后对我有什么帮助吗？待会开心就精神满满，哇，好贴心哦，谢谢。这是珊珊眼癣，保护眼睛。哇，还保护眼睛呢，怎么办？一天只能喝一瓶哦，太厉害了。我不知道我需要来个几盒。哇，他喝下来，里面有8瓶。现在基金有双认证哦，一天喝一瓶可以提升我们的体力跟免疫力。如果说家里有吃素食的长辈啊，其实养生也是很棒的。这里有各种的不一样的，针对各个年龄层。这个红胶原青春饮是不是妈妈这种的会比较想喝？它这里面有添加了胶原蛋白加红素，对皮肤保水非常的好，然后预防细纹、淡斑。妈妈要不要喝看看？买一送一，请妈妈喝看看。喝怎么样？变成另外一个吗？对，而且你喝了会不会连轻个3天？妈妈你在哪里？妈妈，妈妈，请问一下你们。很好喝哎，它里面添加了红石榴，是最好的抗氧化的成分。我们可能需要4盒。我们初3到初5的话，就是有幸福早餐，就在早上9点开始。那我们今年呢，推出的是饭团加我们的鸡精一瓶哦。我们不贩售，这都是免费提供的。免费的，还有那个国宝级的总统布袋戏。所以初3到初5都有特别的活动。而且这边有免费参观。1月1号到2月2号呢，我们就是有一个消费满3500可以抽戴森，一共有25个大奖哦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，满载而归。从今以后，妈妈应该会年轻个好几岁。竟然还不倒，这是金氏世界纪录。你有穿模型的地方吗？这可能要喝个3瓶鸡精才有可能办得到了。怎么每一个都会倒的感觉呀、啊？真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玩玩大猪台。要玩。好。
好，来碗来碗，敲到今天的松一品吗？先拿骂一下，帮妈妈做家事，这是惩罚游戏吗？哦，这个好，给爸爸按摩十下。来，一人先玩一颗，看会抽到什么。刚刚抽到的是陪阿公聊天，陪阿公聊天。好，你们需要陪我阿公聊天五分钟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用屁股写名字。好简单。换我，换我，换我。我看我会找到什么。你可能会得到把星星锤对哦。我抽到的是帮妈妈做家事。果然是惩罚游戏。没问题，帮忙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？看家人抱一下，抱一下耶！妈妈，我也要抱抱。结束家事吧。妈妈，我看我看出来了，是我的事哎。直接贴上去了哎，你们是哪一个？我左边，我这是我的。你觉得上去很可爱。对啊，大家来这边的话，可以来看他们贴纸写的春联吗？获奖哎，真的。今天好玩吗？好玩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走吧，所以说最重要的是写上信箱给王阳希棒哦，我赶快去逛路了，去，对，我去吃饭了，好开心哦。想什么？我几乎都没有想什么，拜拜就出来了。三怎么没有玩呢？你真的太可惜了。这个的要点就在于夹紧屁股。先帮你摸起来，会影响到测试。不会的，基本上我脑袋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就什么都不要想嘛。只想着美女。什么想美女？我的心里只有妈妈，光是我的强项。已经开始了吗？好、哎，有有有。试试的。你呀？怎么停下来了？好了，什么都不要想。